雪龙又发现了一个大秘密，盘点游戏中大神最爱玩的四把枪械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在游戏中的大神玩家数不胜数，不管是身法还是枪法都非常的优秀，但是这些大神通常都喜欢用这几把枪械，你知道吗？首先第一把就是 M416 不同别的枪械，它的稳定性高，后坐力小，比较好压枪。在大神玩家的手里， M416 适合中近远距离战斗， M416 是一把好枪，可是到了菜鸡玩家的手里就如同一把废铁，发挥不出真正的战斗力。第二把 AKM 比 M416 的后坐力上升了不少，但是威力却比 M416 大上很多。 AKM 属于一把钢枪神器，在近距离贴脸钢枪的时候用 AKM 会有很大的胜算。第三把迷你幺四是一把 5.56 子弹的连狙，虽然威力不是很大，但是稳定性却高于其他同类的连狙，比如 SKS 和 SLR， 能把迷你幺四打成连发的才能叫真正的大神。第四把 UZI 是一把小型的乌兹冲锋枪，射速贼快，近战的秒伤非常高，一般普通玩家捡到步枪之后就会把这把枪给换掉。但是狗分大神不一样，狗分大神在决赛圈一般都是用一把 UZI 闯天下的。